过画面可以看到一辆灰色轿车里头的白衣男子因为没打方向灯遭远警上前提醒，结果拦查过程男子身上不但飘出酒味，实施酒测后男子酒测值竟然超标。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的情形。哦，0.22，哦，要扣车，哦，开罚单。是有喝一些啤酒啦，坦白讲，那也不能通融一下生日哎。事发在13号凌晨12点多，当时隐姓男子载着妻子从左营区玉成路的一处停车场出来时，没打方向灯。警方好心提醒，但男子酒味太过浓厚，经酒测男子酒测值竟达0.22，明显酒驾。一听远警要扣车，男子还求情，表示自己当天生日，能不能放他一马？但远警态度坚硬，随后还是开出罚单。